这里是泰国北部风景如画的桂河两岸。2009年8月，走遍亚洲摄制组走进泰国北壁府，慕名前来探寻一座传说中的死亡大桥。在翻译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这座桂河铁路大桥。桥头的这幅地图前，一个当地的导游正向观光客们讲述这座桥的历史。And then the new government, they are the same side with Ali. That's why we always want the wall. 桥面上不时有运输乘客的火车经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纷纷在大桥上驻足流连。这座铁路桥除了游客多之外，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的游人，又被人称为死亡大桥呢？桥头这颗赫然跳入眼球的炮弹，似乎在向人们警示着它不同寻常的身世。1958年，一座以这座桥的建设为原型的影片《桂河大桥》一举获得奥斯卡7项大奖。影片讲述了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军队驱使盟军战俘和东南亚劳工修筑桂河大桥的故事，以事实为蓝本的曲折故事和那摧残人性的情节，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影片公映后，这座默默无闻的大桥一时声名大噪。当年为了修筑这段铁路桥，成千上万个生命惨死在高强度的劳动和日军非人的虐待之下，大桥的每一根枕木下都铺垫着几十个年轻的灵魂，因此这座大桥被人们称为死亡大桥。今天在距离桂河大桥不远的北壁府市中心，我们找到了这片盟军公墓。在这片巨大的坟场中，共有6982座墓碑。我们看到，其中许多墓碑的主人连名字和国籍都没有留下。这片公墓中有士兵，也有军官，年长一些有40岁，大部分只有20多岁。这将近7000个鲜活的生命葬身桥下，而他们仅只是当时筑路工人的一部分。还有大批的东南亚劳工为此付出生命，是什么原因让日军动用如此大的人力和精力，在这个当时荒无人烟的山区修筑这座桂河大桥的呢？1941年12月，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在东南亚战场上，日军除了同时向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和香港开火之外，开始把目光锁定在了泰国。占领了泰国，日本就拥有了攻击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桥头堡和后勤补给基地，向南可以利用泰国的机场为征服马来亚和新加坡提供空军中转补给，向西北可以为进攻缅甸和印度提供战略物资供应。在日军眼里，泰国就成了往东南亚各战场运输给养的心脏。于是1942年，日军兵分九路，通过海陆两栖对泰国展开强大攻势。翻开泰国的历史，这个被称为暹罗的地方于14世纪建立王国，之后历经400年的政权更迭和外族入侵，至18世纪中后期，相当于中国清朝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华人后裔郑信驱逐了缅甸占领军，开疆拓土，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吞武里王朝。不久，暹罗人却克里取代郑信登上王位，人们称他为国王拉玛一世。
也就是目前泰国拉玛九世皇的先祖。拉玛王朝建立之后，国泰民安。从拉玛四世起，泰国开始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拉玛五世废除了奴隶制度，引进西方的行政、教育、军事制度，明确了国家现代化的方向。二战爆发时期，泰国各项现代化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军事经济实力远不敌日本。1942年，当日军大军压境，强大的攻势下，泰国无力招架。在短暂的抵抗后，为了保存国力，使人民免受日军的涂炭，泰国被迫与日军签订了攻守同盟协议。日军如愿以偿，开始大规模的进驻泰国，将泰国变成了入侵东南亚的军事基地。解决了后顾之忧的日军势如破竹，仅几个月的时间就侵占了包括缅甸在内的大片东南亚地区。为了加强对东南亚的长期控制，保证缅甸日军的军队运输和补给，日军决定修建一条连接泰缅边境的战略铁路。当时的泰国已有3285公里的铁路网，但是从北壁府通往西北的大片山区却是一片空白。19世纪末，中日甲午海战前后，泰国开始修筑第一条铁路。那时拉玛五世推行近代化改革运动，他废除奴隶制度，兴建学校、博物馆、国立图书馆，创办邮电局等现代化事业。1890年，拉玛五世成立了皇家铁道机构，筹建铁路，在英国人的协助下开始第一条铁路的勘测工作。当时英国人曾经勘测出一条斜穿北壁府连同泰国和缅甸的铁路线，但是因为北壁府西北部群峰林立，桂河及其支流纵横交错，地形复杂，建设难度极高，最终泰国放弃了这段铁路的修筑，只修筑了从曼谷到科勒全长264公里的一段。而这264公里的铁路，从勘测到全线竣工，一共耗去了10年的时间。1942年，急功近利的日军为了战争需要，采取了英国人的勘探路线，并决定要在一年内修通北壁府通往缅甸的这段全长415公里的铁路。这无疑是一个疯狂的计划，但是在战争催化剂下，野心膨胀的日军已经失去了理性。1942年6月，这条死亡铁路开工了。工程在泰国和缅甸两边同时启动，缅甸境内长111公里，起点为丹标扎亚；泰国境内长304公里，起点为班蓬。一旦这条铁路修成通车，将与泰国已有线路连接成一条新的陆路补给线，日军就可以经缅甸长驱直入印度。为了完成这个计划，日军强征20万东南亚劳工，并调集盟军战俘5万人开始筑路。桂河大桥就是有着死亡铁路之称的泰缅铁路的咽喉，它位于泰国的第四大省府北壁府。北壁府大部分地区为高原地带，山峦起伏，绵延连绵，遍布茂密森林且河流纵横。桂河斜穿北壁府而过，两岸丛林茂密，原始而自然的生态环境如今是世界各地游人向往的度假休闲胜地。而在上世纪中期，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除了稀稀落落散布的小村落之外，山区地带人口稀少，丛林谷地之间瘴气弥漫。湿热恶劣的气候条件使滋生和流行热带瘟疫的温床。
1942年，寂寞的桂河两岸被一片纷乱的嘈杂声打破，日军调集大批盟军战俘和劳工集结在桂河岸边，他们的任务是修筑横跨在桂河之上长220米的铁路大桥。67年后的今天，我们摄制组在桂河大桥上看到了这样一幕情景：夜晚的桂河桥两岸，炮声和飞机声轰鸣，伴随着军号声，一列火车出现在桂河桥上，火车上的日本兵耀武扬威，车轮下的人们正在呵斥和皮鞭下修筑铁路。原来每年的11月份，泰国政府都会以这种形式向游人们再现当年修建这座铁路桥的场景。1942年，桂河大桥在日军的指挥下开始修筑，在全线总长11公里的大大小小的桥梁中，不足半公里的桂河大桥却是修筑难度最大、进度最慢的一座。不仅仅是因为岸高水急，建桥所驱使的大部分盟军战俘来自欧美各国，他们本来就难以适应这里热带丛林地区高温湿热的气候，再加上日军为了尽快打通这一交通咽喉，强迫战俘和劳工不分昼夜地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กรรมกรตัวหนึ่งที่ว่าจ้างเนี่ยมีทั้งจีนมาลายูแค่เนี้ยต้องจ้างมาพวกนี้มีเงินให้อีกพวกนึงนะและพวกเนี้ยญี่ปุ่นจะต้องหาฟินให้คุณจีนดูดแล้วก็หาเหล้าหาหมากให้พวกแขกมีอีนี้在桂河桥边的这座战争博物馆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简陋不堪的医疗所和这些惩罚战俘的禁闭箱。这些在战争中幸存的战俘像被投入了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日军非人的虐待下，许多战俘患上了热带病，再加上卫生条件的落后，许多患病的战俘和劳工得不到妥善治疗，每天人员伤亡的数目并不少于战场。从这些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战俘的境遇。据资料记载，当时一名身高1米80的英国战俘的体重竟然不足50公斤。在《桂河大桥》这部影片中，一些绝望的战俘为了寻求一条活路试图逃跑，但是周围起伏的山峦还有密密麻麻的河流像一道道天然屏障，使这里成为一个独立的丛林岛。附近人烟稀少，再加上这些战俘大部分疾病缠身，身体虚弱，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想走出这片丛林，只能期待奇迹发生。而片中的美军战俘希尔斯为了一线生机还是选择了逃亡。希尔斯穿过密林河流，最后倒在一个泰国村落附近，并被村民救起。这是桂河边上的一个泰国村庄，这样一栋传统的泰式木楼里住着一个大家庭。按照当地的礼仪，两个孩子每天早晨出门前一定要先给长辈行礼请安。今天一大早，两个女孩要在母亲的带领下赶去村子里的寺庙布施。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自立国以来，佛教一直是泰国朝野的精神支柱。泰国信仰佛教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5%。泰国的男子上至国王，下至黎民百姓，一生当中都必须出家一次，以此取得社会的尊敬和承认。在佛教的影响下，人民团结，社会稳定，人们崇尚和平安定的生活。1932年，拉玛七世顺应历史的发展，
在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之后，改制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在被迫卷入的那场战争面前，泰国人始终保持着与人为善的本性。善良淳朴的泰国人不仅帮助救治那些伤病的劳工，还冒险收容出逃的战俘。但是泰国人善良的愿望根本无力阻止这场人祸的蔓延。死亡的阴影不仅仅笼罩着贵和大桥，为了修筑这条泰缅铁路，共有十多万劳工丧生，其中包括16000名战俘。这条用血肉铺就的死亡铁路，每根枕木下面都躺着38条生命。今天我们乘火车穿过贵和大桥往西北，只见铁路两边灌木茂盛，杂草纵横，地势也越来越险峻，峭壁深谷连绵不绝，一些路段就高悬在这断崖急流之上。我们难以想象当年在这样凶险的地势下，那些羸弱的身躯是怎样在这绝壁急流之上修筑起这段工程的。2005年，贵和大桥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几十名参加修筑贵和大桥和泰缅铁路的盟军老兵重返故里，再一次踏上这块土地的幸存者们百感交集。60多年前那难以摆脱的死亡阴影，勾起那地狱般的往事。当年战俘和劳工们用最简单的工具在坚硬的岩石中开山劈路，为了赶进度，日军迫使他们昼夜不停地抢修铁路。一到深夜，刀斧劈在岩石上的铿锵声，日本士兵的呵斥鞭打声，修路者痛苦的呻吟声，使整个山谷如同地狱。1943年10月，在经过17个月之后，贵和大桥以及由它连接的泰缅铁路竟然奇迹般的在这群战俘和劳工的血汗下修成通车。日军运送物资和军队的火车轰鸣而过，丢下10几万条为筑路而丧生的血肉之躯。沿途的泰国寺庙收葬了这些客死他乡的冤魂，寺庙的僧侣们用他们的方式为这些素不相识的异教徒超度安魂。泰国素有黄袍佛国之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寺庙，人们供养寺庙的僧侣，僧侣们不仅向人们讲解佛教教理，帮助人们抛弃心理精神的烦恼和压力。在广大农村地区，佛寺也是村落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心，贫困的农家子弟可以通过进入佛寺诵经学习文化知识。除了向当地人民讲解佛教教理之外，僧人还传授农业技术、健康常识。泰国的寺庙像是最基层的民间慈善机构，承担着最广泛的慈善事业。这里是北壁府火车站，也是离贵和大桥最近的一个火车站。站台上调度室里这部旧式的电话机和这个给火车发信号的铃铛，还散发着一些上世纪的怀旧气息。贵和铁路桥就在离这个火车站不到3公里的地方。在站台上，我们看到许多在这里候车回家的学生。当问起这座大桥的历史时，学生们的回答大都很模糊。没路，他说不知道。没路。日本。从这些孩子模糊的回答中，我们知道这段关于战争的历史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这条当年被用于运输军队和武器的铁路，如今已经成为泰国铁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回家，
都会乘坐火车从这座桥上呼啸而过。这条铁路已经成了一条方便泰国民众生活的交通线。而事实上，1943年10月，渭河大桥在建成通车的当天就被盟军的飞机炸毁。从建成之日起，这座桥就成为盟军轰炸的对象。接踵而来的英军飞机先后炸毁了泰缅铁路上的大部分路段。二战期间，这条死亡铁路的运输状况经常处于瘫痪状态，而渭河大桥最终在1945年被盟军彻底炸毁。那么今天这座大桥怎么又横跨在渭河之上呢？二战爆发时，泰国已经有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拉玛五世执政时期主持修筑铁路，并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拉玛六世继位后更加重视铁路建设，当时泰国铁路主要是以曼谷为中心的南北两大干线，以湄南河为界，按不同轨距修筑。1917年，拉玛六世任命甘蓬毕王子为铁道总监，在这位王子的领导下改造轨距，完成了全国轨距的统一，并于1925年在湄南河上建成铁路大桥，连接起南北两大干线。王室铁道机构又修筑了从北柳到柬埔寨边境亚兰，从科勒到乌文，从曼谷到马来西亚普赖的多条国际线路，建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并完善了各种铁道设施。甘蓬毕王子也因此被称为泰国铁道之父。而二战爆发后，在战争的影响下，泰国铁路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已有铁路不但没有得到修筑养护，反而遭到巨大的破坏。战后泰国花费了5年时间修复了包括泰缅铁路在内的3494公里的铁道线路，并重建了这座著名的渭河大桥。今天在渭河大桥的桥头，我们采访到了一位常年在这里工作的人员。他告诉我们，从这座桥恢复通车以来，每天都会接待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偶尔也会有一些日本人前来观光。这是离渭河大桥仅有1公里之遥的日军纪念碑，是为纪念那些在修筑泰缅铁路中死去的日本军人修建的。这里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人来这里来吊唁呢？哦，这里大概困盖那个维路尼本恰的来本恰日本嘛管日本要问的吗？那个有些是泰国的，那是从这本登记册中，我们看到每年会有不少日本人来这里悼念。日本人并没有抹去这段记忆，在修筑泰缅铁路的过程中，日本人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争的阴影同样笼罩着每一个曾经卷入的国家。到二战结束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一共死亡150余万人，因修建泰缅铁路死亡的日本军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今天这两块相距不远的墓地，虽然一个门可罗雀，一个人流如织，但是无论人们走进哪一块墓地，看到的墓碑下安放的同样都是被战争摧残的灵魂。战争使他们远离故土，踏上了这块异乡的土地。在这个以佛教传承的百年佛国，佛教强大的精神武器却没有能力阻挡战争的巨轮。当战争的铁和血碾压过后，这些墓碑就成了战争留给后人的最难以抹去的记忆。
场战争的硝烟散去，泰国建立起新的秩序。1949年，暹罗更名为泰国，意为自由之国。经过战争洗礼的泰国人更懂得珍惜和谐，渴望发展。人们用笑容营造着一份祥和大度的社会氛围。特殊的地缘优势凸显出难以比拟的经贸升级。战后的泰国依托区位优势，在国际市场环境下依靠对外贸易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